来了一家咖啡店，叫做一期一会。这个环境非常的好，很适合拍照，也很适合闺蜜聚餐之类的。它这个里面还有包间，都是他们的，地方很大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这个小区门口进来的地方也很适合拍照，那一扇很好看大门。拍照啊？对吗？在点评网上团购了一个单人下午茶套餐，跟小哥商量了一下，把蛋糕又换成了杯咖啡。对于不想吃甜品的我们来说比较合适。喵，真是的，喵喵，这是橘猫吗？对的，喵喵，你小伙伴中了云和面馆的这个霸王餐，这个蟹双拼的。我们现在看看还有什么要点的。之前我在微博上推荐过他们家这个素鹅，是我觉得超级好吃的。面馆的这个蟹双拼面还是蛮划算的，虽然说是点评中的霸王餐，但是要比那个蟹家大院的那个360块的那个要划算很多，可你们可以来吃一下。胖胖马特，哎子，哎子不好看。那啥。啊。我喜欢这个。
个就是京东买的百雀羚的身体乳，因为这个很好用，所以就敢多买一点。三瓶的价格就是90块钱。我靠，这个相册太大了吧！这个相册感觉有一种要退货的感觉，太大了。哇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我觉得我好像无法承受，太大了，那么大一个，我靠！让我考虑一下，这个可能没法要。这还蛮好的，它的银耳很多，我以前买过各种各样银耳，就是贵的便宜的都觉得效东西不是特别好吃，都是很有一点点稍不挪，这个倒挺挪的。这点多少钱忘了，箱子好像太破了吧，感觉要偷东西也是很简单的事情。胶囊总该是日常必备。这几条好像打完折是350吧，还挺划算的。日常消耗品，要补货的。买咖啡还送了个咖啡杯，慢点准备放到闲鱼上回回血。这是我这次双十一买的除了镜头以外最大件，到底好不好我也很纠结，如果不好我还得退货。噔噔噔，是我的美少女的书，让我看一看它的质量怎么样。它包的还算可以吧，但是这里也不算完全包的很好。一共10本，这里我觉得不太好，我准备退掉。代购买的东西，赶上双十一了。这是一个绑在雨伞上的东西，我比较想要水手服。星月棒 Luna 也可以，好，饮水晶，然后他手很旺哦，帮我摇了一个饮水晶，就挺想要这个的，还蛮好看的。这是我的镜头的 UV 镜，配件都是苏宁配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现在给我新买的这个镜头装上 UV 镜，明天就可以带它出去拍照片了。这个它是没有套子的。
我下课啦。我们现在去吃新力茶，然后要去吃小杨生煎的蟹粉，因为那个是今天要过期的。今晚的晚餐非常的性价比很高，但是很吃得很饱。周末生意超好的，我们就到二楼了。我觉得我很多年都没有上过二楼吃饭了。这个面条今天的上菜时间太慢了，东西变少了。对的，而且东西变少很多，我觉得以前感觉是两份的量，现在就一份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就回来。这个是非常推荐你们吃的，超级无敌好吃。才多少钱？也快吗？也几块好像。一共4块，那我们干的吧？有个，19块啊，不对，21块，21块，22块钱哦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但是少很多哎，不要说少了，现在物价涨涨价的。因为吃不饱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份洋葱猪排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是红烧的哦。烫烫烫烫烫！呦，金豆老委屈。第二顿，我们的蟹粉。生煎，小杨生煎。之前那套书不是不好嘛，所以就又换了一家店买了一套。这个你看包装就好很多吧，箱子也完善很多。当当，我觉得这套好像比那套要好一点。今天是周三，我们来吃了小桃园面馆啊，不是小桃面馆，来的晚，很多都吃完了，卖完了。学成，你长大了，把花园的米分。你的本米好吃啊。这是这家店。在太岳阳路上，你看这里。进来以后，一个非常高级的弹珠鸡，
只能用美金。然后一楼这边是一个画廊，然后楼上装修的味道蛮浓的。这一家 picnic 的店本来不想来的，后来看因为看到点评上那些差评都说服务很凶，东西很难喝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觉得咖啡的味道其实还可以，没有那么的水。这个柿子饮料嘛，贵是贵了一点，但是就是打个草呗。它这二楼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位置也算挺多的。对面这面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就是坐这边发发呆什么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浦江镇，太阳好好。我们现在去坐闵行十路，我们要去吃什么呢？猜一下。我们看到了远方的闵行十路。开小报了。嗯。你不要太嗨，嗨没听懂，我嗨呀。母的，我吐出来了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次这一家，这家好几年前就想来吃了，一直等到了一个好时机。是点评网的必吃榜。哎，你不吃？你不吃？你都不吃了？你不吃？你不吃好啊？你吃饭啊？你在这里面？你还放在什么的？你干不要呢？你干不要两个呢？那怎么讲？那这里面呢？哎，你都不能吃了，你干嘛去？我说他不是正常吃的呀。那这个得不吃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正常吃嘞。我们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，就正好是在菜单前面，给你们看一下吃什么。什么叫纯蟹钳？这还挺贵的。吃到面包啊？我们吃完汤包了，但是因为地方太小了，所以说，哎，这个茶跟我那个柚子茶蛮像的，是吧？因为地方太小了，所以我就忘记拍视频了，所以只有照片了。哎，完全忘记了。邵家楼还蛮有劲的，有很多好吃的，有年糕。当童，感觉自己在乌镇。这里的人喜欢吃猪，各种猪皮、猪蹄膀。看到了蝈蝈，这里的蝈蝈房子还很高级的样子。但冬天没有毛豆，他们吃什么？这个笼子多少钱一个？这个笼子多少钱？笼子最便宜的80。嗯。我跟你咱俩像啊。没有，他是没有，还不赢，还可以买多少？再往十。
去地铁站。票拿在手上啊！哦，两位啊，二楼右边上。二楼的票啊，直接上大楼。别人都去买周边了，我来这边看看这个。这边还有很多周边贩卖，你看一下。观影时间还挺长的。我是第一次到美琪大戏院来耶，虽然稍微有点旧，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蛮好的。这个就是舞台，哦，好流星哎。